年的火腿老店，第一代老板田绍胜，随着国民政府来到台湾，用家乡制作火腿的技术，做出了台湾第一支金华火腿。当中第一个步骤，腌必须是在2度的冰库徒手抹出盐，不止冻到手麻，连指纹都抹平了。接着风干熟成，又要耗时1年的时间，但就是费时费工，才能有这独特的风味。如今老店已经传承到第3代，不少餐厅和五星级饭店都指定用他们的火腿来熬汤，1年就能卖出上万只。它这个外面是这个腊肠肉，中间是一个咸蛋黄，那你也可以直接蒸一蒸，切片就吃。275，不用盖子了。哦，好，这个半斤，好，大概多少？我知道，来。半斤，一只只手工金华火腿，腊肉、腊肠垂挂在摊位上，小小店面人潮络绎不绝。逢年过节你来我们这个店里面的话，是基本上是挤不进来的。这把刀它的历史大概有80-90年的了。这一把刀是从我父亲他们那一辈，就是我叔叔他们那一辈哈，合作的人一起从大陆带回来的，大陆带过来。因为当初从事我们这个行业哈，因为整只的火腿很硬，因为它经过陈年。然后中间还有骨头，但是当时并没有这种电锯这种工具啊，所以完全是靠人手工砍。近百年的大刀是镇店之宝，背后的故事造就台湾第一支金华火腿。双手抓盐，用力揉擦一下。上盐它主要还是看你这个地方的厚薄，像这边的肉比较多，所以这边盐就要比较多一点啊。这边的腿头的地方，它会比较没有需要那么多盐，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厚了。穿着羽绒厚外套，在2度的冰库里，第二代老板田仲苗仔细教导儿子抹盐技巧。因为抹盐是腌火腿最关键的步骤，关系着火腿的发酵品质。我们这火腿就大概一个礼拜基本要翻动一次，翻动的时候补盐，因为它有的地方像这边没盐了啊，骨头地方比较需要盐，所以我们没有盐的地方就稍微要把那个盐补一点进去。像这个基本上时间已经差不多快2个月了，所以这个盐不需要很多。基本上我们在抹盐的这个师傅基本上都是不戴手套的，因为戴手套对这个火腿的触感你会感觉不出来说，哎，这只火腿到底腌好了没有。洗过洗干净以后，然后泡水泡完一天以后晒在这边的。把10多公斤的猪腿使劲挂上铁杆，一只只火腿享受着暖暖的东洋风干。这个火腿晒的基本上你如果看它快要好的话，第一个颜色要变得有点鲜红，第二个边边这边油要走出来，大概夏天晒3天左右，冬天的话大概要晒到5到7天。田仲苗检查风干程度，晒好的火腿要移到室内，独特的味道直冲脑门。这个火腿你看它好了没有？第一个先看它的硬度，先敲敲看，你看那个像石头一样的声音。这个表示这个火腿很结实了，表示里面都基本没有问题。那你如果不相信的话，我第二个检查的方法就是用竹签。竹签的话是插这3点，第一点插在那个铜骨旁边，然后这边这三签，如果骨头旁边这三签如果没有问题的话，这整只火腿都是好的。历经1年熟成的火腿，用时间换取美味，这传统制法是第一代田绍胜和一位同乡随着国民政府来台，把家乡味一并带来。来到台湾来以后，生活上面有一些困难，就是想说要怎么样磨生活，那个磨在台湾过生活能够过下去。后来想一想，就是把这家乡的这种口味把它做出来后，然后来个销售。我叔叔他们基本上在大陆的时候就是家里就是开金华火腿的工厂，后来就想说，哎，那我们一起来做这个事业看看。从小看着父亲和叔叔制作火腿，火腿就是他的儿时生活记忆。但随着父亲早逝，这技术也中断了10年。我心里面想一想，因为家里面这个老技术在哦，不做很可惜。就当初跟我弟弟讲，因为我待工厂，我这个外向的人，工厂待不住啦。我就跟我弟弟讲说，那如果你真的工厂可以待得住的话，我们就走回这个老本行，因为叔叔还在。我跟我太太是刚结婚，那是没有钱，那我们就是因为那时候很流行标，就是跟会嘛，就我们就标了一个会15万，啊，我也做了1-2年工作，也存了10来万，
啊，我太太有嫁妆。有十几万的嫁妆啊，加起来凑了一股50万。兄弟俩凑钱重启工厂，让这火腿传统手艺得以延续。弟弟田仲苗负责工厂制造，哥哥田仲和跑业务拉客人。年纪轻，基本上都是爱玩嘛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人家还在玩，我们就起来要工作了。那当然是心里是百般不情愿啊，对不对？那你进冰库，光你那个摸那个盐啊，因为那个盐会。跟那个肉很冰啊，你摸完盐出来以后，你刚刚开始前两个礼拜拿那个筷子，手都一直会发抖，抖，我手机会笑，不要抖，那就很辛苦啊，手都会整个手都麻掉了。刚开始的时候，我去跑业务，怎么跑？可以用行动一下。骑个摩托车就到处 canvassing 啊，这边问一问，那边问一问，你要不要用我们家的东西啊？我记得我到台北的第一个客户就是国宾饭店。那也是我花了好一个多月的时间去跟采购这样子慢慢的。兄弟俩齐心合力，一步一脚印，用品质抓住客人的心，却抵挡不了市场带来的冲击，不得不转型。以前传统都是买整只去送人，那现在小家庭他吃不了整只，所以我们现在就后来就想说这样不行，销路不好，我们就想说想办法把它分割成小块。小块的话，家庭你要吃一餐就买一块回去就够了，切下去那个香味就喷出来了，那个就是我们成功的地方，那个就是你花的成本啊，或者是你花的精神啊，都会比人家高一点。我做这个金华火腿，我自己还感到蛮骄傲的，做出这么好的品质的东西。这样子砍的话，它比较不会砍到这只手。它这骨头很粗，砍要用力下去砍。度过低潮期，60多岁的田仲苗逐渐把棒子交给小儿子田宇。他年纪轻轻，不怕吃苦，大学毕业就回家承接。之前常常抹的话，那个指纹辨识都按不下去的，都没有指纹都已经磨平平的，对吧？那个快速通关还按不下去，很痛哎。但是抹那个粗盐又冰，它那个盐巴又粗，就像在练铁砂掌一样。我也不希望那个技术失传啊！啊，我那时候我爷爷刚死之前也是一直希望我来接这个工厂，能把这个技术一直传承下去。我开发了一些新商品，像这个四色梨盒，那它有我们比较热销的商品，就是腊肠、肝肠、腊肉，还有蜜汁火腿。那这个的特色是你只要用电锅加热的话，就是一桌很好吃的年菜。所以我们这后来就是也有接到很多科技厂啊，就是新客户的那个订单。哥哥田杰随着他的脚步，几年前也回来帮忙拓展业务。很多客人其实买回去不会料理嘛，那我们现在就是也有设计这种全彩的简易食谱，那给客人拿回去。以前可能就是用口述的方式跟客人讲嘛，那有时候客人忘记煮起来东西不好吃，那等于是他可能就不会再回头。那我们这边有正确的那个教程，那客人煮起来东西好吃的话，他就会一直回头来买。传承60多年，台湾第一家金华火腿老店，三代新手相连，奠定声誉。现在一年能卖出上万只火腿，要把这好味道继续延续下去。过年的应景色就是红色，广告回来就要来看看喜气洋洋的昂古贵。